好，我是 Student.com 徐旅家环球试睡员的 Casey 老师。现在我来到了英国伦敦的 King's Cross， 在我左手边呢是 King's Cross 火车站，右手边红色的建筑是 King's Cross 地铁站，将会从地铁站走到我们今天即将采访的 Depot Point 这个公寓，大家跟我一起走吧。沿途的话，我们会经过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的店，一些像 Subway 都会在这里这个沿途的路上。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在我身后黄色的部分就是公寓了，过了这条马路就可以到了。然后在我的右手边绿色的那一部分就是 Lloyds Bank， 这个银行的话，它是可以同学入住之后办理当地的银行卡。在我的左手边有个蓝色的叫 COOP。它是一个小型的当地的超市，如果有生活方面急需用品也可以到里面去买，非常方便。现在我们来到了 Depot Point 的公寓门口，从地铁站到公寓门口步行大概五分钟左右。那这一间公寓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距离 King's Cross 的地铁站近，以及它距离 UCL 的大学比较近，大约步行20分钟左右就可以从 UCL 大学到公寓门口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去看看吧。I'm Casey from Student.com. Would you like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our students? So I'm Vanessa and I'm the general manager here at Depot Point, King's Cross. As we all know, Depot Point is quite popular among Chinese students. So when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time to book their February accommodation? I would say for Depot Point, in all honesty, the sooner you book it, the better. We allow tenants to choose their own rooms from the availability. So if you want to be in a particular building, mm-hmm. on a particular floor, mm-hmm. living with your friends, mm-hmm. you know, in order to avoid any disappointment of that not being available, the sooner you do it, the better. Okay. How many rebookers among the students or what's the percentage? So we do get a lot of people that come live with us, love it, they want to stay year on year, they invite their friends to come and live with us as well. Mm-hmm. So I'd say on average we have at least 20-25%, so that's a quarter of the building mm-hmm. will stay with us year on year. Mm-hmm.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ave a good day. Classic ensuite 的一个房型啊，右手边的话直接就是一个四分之三的双人床。这个双人床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舒适度还是蛮不错的，整个床的话都会比较软。那相当于一个人睡的话，这个床的大小是绰绰有余的。整个房间通过这个窗户还是比较明亮和通透的。好，右手边的话就是我们的衣柜了。整个衣柜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储物空间还是蛮大的。走到这边门口的话，这边有一个全身镜，全身镜的旁边会有一些床头的一些插座，这些都是比较贴心的一些小设计了。进了厨房之后呢，我们可以先看到的是这一片都是一些厨房的用品。那我们基本上七个人用的厨房的话，它都是有两套设备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是两个冰箱。左手边的话，灶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会有一些家用的电器。这些编码的话，就是告诉大家你是几号房，然后这个31.7就是你的柜子。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这边有一些柜子，也是可以放一些自己的一些私人一些厨房用品。这个的话就是灶台。七人间的 ensuite 的话，它是有两套，所以下面的一个烤箱它也是有两套。对，这是第一套，然后这边是第二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Depot Point Premium Ensuite 的一个房型，然后这位是傅同学，他现在是住在这个房间里。那傅同学平时的话去学校交通方面方便吗？其实挺方便的，因为我是在 KCL 读书嘛，然后就这边过去走路3分钟就有一个公交车站，然后有直达的，也不用去转
公交车、嗯、然后这栋楼里面80%-90%的学生都是 UCL 的学生、嗯、然后UCL 离这边是真的蛮近，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走路去上学的、嗯哦我觉得首先这个房子的隔音在伦敦的学生公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嗯、然后平常在房间里学习也蛮安静的，有维修也是很方便、嗯、你当你填完维修单大概一两天左右、嗯、维修人员就会上门来给你维修、哦、这里呢就是 Depot Point 这个公寓的 Common Room， 大家可以看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这里是 Depot Point 的小花园，夏天的话会有一些户外活动会在这里举办。嗯，我叫张月，我是 UCL 的大二的统计的学生，然后我刚住到这里，我就申请成为了这里的 RA， 就是负责每个月组织活动的人。好，那Depot Point 这个公寓组织活动的话，会有一些针对中国学生的一些活动吗？嗯，有，就是我们每年的大概都会组织春节，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又有元宵节的活动，就会弄灯展，就是弄各种各样的灯，然后装饰在墙上，然后也会派发汤圆之类的东西，就这种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有所组织，然后希望中国学生在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这就是 GSA 旗下的 Depot Point 公寓，距离 King's Cross 地铁站只需要步行5分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欢迎登我们 Student.com 学语站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号，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浏览更多的详情。我们在等你哦。